稍微录一下这个六转啊，但他们上面的车是好的。又在霸气了。主动技能、啊、被动全部开了、哦、我只开了一个技能，然后后面的陆续补课我都不知道，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被动技能来的、okay. 这个是增强之前的核心技能，这个是增强现在目前的现有技能，五个技能现在只开了一个，这个暂时还不知道，还要等后面补课。这个我知道，这通用核心，通用核心它是有一个勤工的技能加一个经验值的一种，对对，应该差不多，就是强化之前技能，都是强化之前的技能。这一些，它太阳叫什么？索尔艾的，索尔艾的，给他看吧，索尔，它碎片还多个那个索尔艾的，这都不强化一下，现在才一级。那个跳跃键在哪？跳跃键，跳跃键在哪？哦，在这。向导呢？我来向导。向导在哪？向导的键在哪里？是不是减速？261可以去这个图了。这个是奥义剑乱舞，奥义剑乱舞。哎，对了，我看一下他那个技能的翻译叫什么？自然训练 ，Hexa 属性 ，Hexa。这黑色真的不方便吗？
有点不符合我的按键习惯了。我现在在单手在操作。对，我接你开玩，因为有个妹子，就我们的玩家在玩。有点怪，哎，有点怪，现在。这个技能还没到冷却，不是这个键吗？哎，你调了是吧？我调了。有点不符合按键习惯。NPC 键在哪？在这儿。好，也来演示一下这个暴怒游侠六转技能。自然信念，太老了。我可能明天上午做我操，刚刚那个是不搞进来。哦，这个还有。技能应该是结束了。OK， 这就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有啥角色，他好像没有全职业啊。冰雷。听了一个下一个。冰雷。他技能没弄过。
话，这个它叫叫什么？双动闪电。双动闪电。他技能都没怎么加过啊。还是直接去那个夜场开花。啊？他没有那个。没有做任务了，没有做任务了。他这样，没有做任务，这任务都没怎么做啊。谁来找我吃饭了是吧？环闪电，双动闪电，冰松石块，还有就是炼环闪电，炼环闪电看一下，炼环闪电，炼环闪电的话。哦，这个就那个奥尔卡是吧？奥尔卡，奥尔卡的那个披肩，奥尔卡那披肩，奥尔卡。
个六转技能。集中炮击，他技能都发好偏，超级炮击，直接去猎场看看。带了张什么不能去？不能去就算。还有这个。真的好吵，
是建了，建了叫超级暴风。暴怒游侠，他怎么有两个暴怒游侠呢？御剑骑士啊，御剑骑士没有六段，元素师，元素师可以带。六转没做吗？六转没做。没做就算了。你要去前台。这个是影魂艺人也是没做。任务没做。阴阳师。他连五转都没做，不是吧？没做啊。林之玲，等一下大家看一下林之玲有没有改。大摆烂，一堆东西没做，大摆烂，没改啊，没改啊，他连五转都没做。没说没办法，我基本上可以确认，就是林志玲绝对没改。
说没办法。林志玲没有改。林志玲。我现在在测试中，但是还没有。今天去。恋与黑客。都没做吗？夜光法师。结下德旺德，因为他没有那个核心啊，没有核心，没有核心算了。墨雪，墨雪我估计没有六转。墨雪，哇，他什么都没做。没有做五转是和六转，我这里面就三个号做了那个六转，然后别的号都是让别人来体验的啊、嗯，就是下面的那个号是体验的那个样子啊，都没有做，没有做，这些都是我小号。哎，你用这个好啊，来、哎、用这个。你可以去做六转任务啊，那六转任务要打那个九个石头啊，六转要打九个石头，还可以很快的。
商业的。这个遇见骑士，怎么他这么多的遇见骑士？但是他232他没办法。下一个星期你试一下吧，这个星期
他每一次无染是怎么拿到无染技能？只有几个职业啊，有六转，就这样了。近点的评测我还是看不了很多，因为他这个线上他完成六转的职业不多，那就这样了。